安防啊比较硬，这个机械感知也比较细，所以呢它的舒适性起不来。对于奔驰 E300 这一款车呢，我们有过很多的升级案例，我们在这一款呢也很成熟。在我身后的这一台呢是2021款的奔驰 E300， 那这一款车呢